午安。午安。午安，大家。午安。我。我今天9点就起床了，然后呢，然后我又继续睡，我就设一个11点半的闹钟，我继续睡。啊，早上大家，现在大家都起床了吧？应该不是在就是。要去看公园的路上，不然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发的现实都那么多人看，就是那种我发一个废现动，然后就很多人看。不是昨天，我之前发一个废现动，然后就是我平常都是大概900多个人，可是我最近都是1000多，然后快到2000，然后我想说是怎样。但里面应该会有100多是我的朋友看的，大概有100，就是我平常不会来看我限动的人，这一阵子都会跑来看我限动，什么就是平常不会滑到我限动，什么披萨粒，然后或是杜总有余修。就他们平常很少会滑到我的限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们都滑到我的限动。早安大家，早安啊！谢谢 L 的守护许愿瓶。哎，本来明天可以见面的，烦嘞。不行，我不能觉得烦。如果我觉得烦，你们就会更难过，所以不可以这样。哦，我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药，我先吃它，这样才不会一直咳嗽。我看到了。Hello， 薄肉饭。这种睡觉最重要。谢谢宇宙告白气球。没有，我只觉得高炸什么意思？高炸什么意思？好耳熟。就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就是带给了很多人嘛。我就觉得我这样子带给了很多人麻烦，然后又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就觉得。哦，原来是早安的意思。好，谢谢伯安的人份相遇，百安，谢谢百安的人份相遇。你南晚，反正波西晚安，反正就是觉得，没关系，我们下次见。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吧？这药好苦哦，良药苦口。苦吧？奇怪，我上次吃没有那么苦啊，为什么这次那么苦？哦，那真的念薄，真的吗？白安，我还白安。他说：“您的直播间封面不符合浪 life 规范，已经被删除。等一下，我忘记换那个照片了。他现在还是那个鼻孔照。哼。哎，怎么那么多人用这个币啊？就是早安的早安跟 Lambert 的新歌叫 Pillow。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 B 写过歌给你们听。我觉得应该很久，就是很久在追我的粉丝应该就知道那首歌，因为那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对，就是我用胎壁写的第一首歌，什么小 C 啊，什么 Yuki 他们应该知道，记得都应该知道，但我猜大家应该忘记了，因为那很久以前，那大概几年前，也不是几年前，一年前吧。真的很多人用这个 B 写歌，胎生优喜也有一首歌是用这个 B， 找给你们看。哦，好苦哦，天哪！找一下是哪一首？这个吧？不对。这个吧？哦，这个用同一个 B 写。我记得我那时候写什么，春风飘散你的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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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但我忘了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已经高中的时候写，高一还高二，高二吧，高二的时候写，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那首歌跑到哪里去。哦，那真的蛮久以前的，高二的时候是多久？几年前啊？好像有印象对吧？那是一首甜甜的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首歌到哪去。嗨，鼻孔，嗨！我真的很传我的鼻孔给潘子怡，然后潘子怡就说我鼻孔好大，然后我就传了巧虎的鼻孔给他，他就传了我三个问号，然后我就跟他说巧虎的鼻，然后他已读我，对吧？谢谢赵然行李箱，我直接被无情已读，哎，太难过了。早知道不要传鼻孔。虎皮虎皮，谢谢薄肉饭。哦，不是，谢谢波喜的梦幻泡泡，谢错了，谢谢思琪的人分享，套个滤镜。天哪！巧虎的皮啊，巧虎的皮听起来很甜蜜，我要疯掉。巧虎的鼻，我发那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看来你们应该很常用鼻这个字，你们才这样想，才这么明白。Hello， 娟子，天天晚安啊，不，早安啊。你看我就是会这样子，就是时间错乱这样。我跟你们说，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其实真的是在听蛮多歌的。然后我真的是一直听各式各样不同歌。然后我最近有听到一首，就是而且最近真的是。超多人发专辑耶，到底是怎样？就是很多人发专辑，然后，可是我其实在听的还是那些，就是我听 Kaper 的专辑，就是那个 Where Is My Next Trip， 然后还有 Gummy B 的那个安泰，我就一直在听这两个，或者是我看一下我有什么是重复的。我最近有新认识一个艺术，就是一个音乐人，不是认识，就是我开始，就是我听到他的歌，
他，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念。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的有一些歌是广东话的。然后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广东话是一个很浪漫的语言，对，台语也蛮浪漫的、啊，但就是对我最近突然就很想学那种就是地方的那种方言，然后就觉得很有一种那种年代的浪漫感，对，广东话，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喜欢。豆皮台上没有没有，我只是突然用到这个滤镜。啊，煮好了哦，我还煮了午餐，然后浪漫迪庆，星期教你广东话应该可以啊，要不要先去吃？还好我还不会饿。广东话不知道什么能量很强，就是我最近就觉得那种广东话跟台，就是广东话我虽然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好浪漫哦。然后台语其实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我觉得很浪漫。我最近可能我对于那种听不懂话觉得很浪漫，没有啦。然后这个人叫做 GARETH.T， 我找一下，我打给你们。GARE。th.t， 他的歌真的超好听的哦！我现在先来播一个他的最新单曲。我昨天才看到桃子有在分享，我昨天在看到桃子，然后我就看到他分享，我想说这不是我最近在循环的歌，播给你们听。这首歌这个名字念起来叫笑祝喊，然后这个人他是做一些 R&B 情歌，他有一张专辑叫做 To Be Honest。然后那个专辑我最近一直狂听，就很舒服。然后你有时候可能想休息的时候，你听到那个他的歌，就觉得好温暖，然后就是很惬意。一五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上面写好久不见，但确实好久不见。好，我先给大家听那个笑祝喊，超好听。Oh my god， 超浪漫，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听完就好像学广东话。打他的名字。超好听 ，Oh my god！我不能用这个滤镜。哦，好浪漫哦。超好听，对不对？超级好听！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真的是被这首歌迷住，这个人的歌迷住。好听吧？这就是梦幻泡泡，有这样的掌声鼓励，超喜欢这段。击中我的心，超好听 ！Oh my god。
听的，对不对？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如果你们这几天想我，就去听这首歌吧，哈哈，赚流量。你们如果这几天想我，就去听这首歌。悠悠长旅的村，千岁巨岩，讲起想喊，未够大声。Spotify， 我都是在 Spotify 听的。媳妇怎么在家？谢谢约人分享物，其他也要单曲循环啊！你不想我吗 ？Heartbreak， 好，超好听，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他结束是直接这样收掉的，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没了。然后就是啊，就有一种余韵感，超好听。Oh my god， 我们来听他的其他歌，听着、哦、Honest。我觉得他的歌都真的都超级好听的。今天现在身体如何？姐姐有放歌？就我昨天其实都讲完了，就是头痛，然后就是这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就是很像确诊，但是又没有确诊，所以应该是流感。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详细的说明，但我现在就有在吃药，所以比较好一点。好听。Hello， 黑流星，好久不见。好听，听完了之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真的是我最近一直在听的歌，对。呜，看起来有，我都按时吃药，因为希望病可以赶快好起来，我才可以出去。不然我现在出门都是身体很不舒服，就我可能回家就觉得骨头快散了那样。现在是要多休息。是林杰星最爱听的歌曲吗？没有，我爱听的歌有很多。我们来唱没道理呀、啊、好了。我麦克风。实在，我应该实在，从个故事里不应该，我不在意，平淡，哦，你不了解我的歌单，就算没有我太实在，太 ，Please don't lie。我离开的时候，你爱去的最痛，是欲望的心火、没理由放开手又错过，希望不是我，我站在你身后，没想过伤你就走，希望不是我，哦，原来不是我，不是我应该做多么喜欢你，能懂我们都重新来过，没理由放开手。又错过，希望不是我，我站在你身后。
想过删了我，你就走。希望不是我，晕的不是我。这晚你的眼里在哪里？我根本没把握。你在胸口，我在左右。怎么会这样煮？怎么会这样煮？哎呀！为什么没有办法连网路？我的电脑也突然连不到网路 ，Why？Tell me why。 哦，可以了，唱这首。I love you till I die, oh shit, shit你爱在 I want to say goodbye 就是那么快 Hey girl 痛不痛痛不痛 I don't want you on my mind all the time 哦你的笑容我开始痛你在我心中没有理由、oh, 我们都我们都好过孤独怎么我不走被一身吸引见面的蜥蜴像配个冰淇淋总是戴着帽子诱惑好心互相露点来点小心偷偷看着你装作不在意不管多么远离你在我心中没有理由对啊Love you till I die, oh shit, shit 你 I die, oh want to say goodbye 就是那么快 Hey girl, hey girl 你痛不痛 I don't want you on my mind all the time Oh shit, shit 你 I die, oh want to say goodbye 就是那么快 Hey girl痛不痛痛不痛 I don't want you on my mind 千年白就是我和你手机讯息一万则是我想你不自觉的傻笑总是看着你只想对着你 Yeah, you are the only one 关上膝盖只为了帮你拍照放你姿态只为了想逗你笑迫不及待成为你的唯一依靠今天白就是我和你这时我想你不自觉的傻笑会看着你不经意的撒娇只想对着你 You are the only one 写作管理约会自然装扮拍照记录绝对不会留遗憾看着水幕的画面有点小浪漫 Love you till I die Oh shit shit 你 I die Oh want to say goodbye 就是那么快 Hey girl痛不痛 Hey girl 痛不痛 I don't want you on my mind all the time 哦你的笑容我开始痛在我的心中你没有理由我们都我们都好好过孤独怎么我不痛 You say谢谢勇哥的掌声鼓励。你在我心中没有理由。
没道理呀、啊。换一首，我一直在播这首，我最近真的一直在听这张专辑。换一首，换一首。哇，有红包哎！送给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轻松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轻松的假日。虽然这礼拜我们没有办法见面，但是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是可以再见面的，好吗？送给大家这首歌，这首歌叫做《Circles》，大家应该准备都要去看公演了，所以祝大家公演看得开心。期待下次见，对啊，下次一定要见，对啊。我就觉得，就是相信还不能看那种公演，相信加油。还有没让你看狗狗伞？对啊，嗯 ，so sad。我们下次再见吧。Hello， 杨过。谢谢大家追踪，大家是为了要抢红包。西恩，恭喜西恩。Run away, run away， 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歌，然后我就唱。前提是我要会唱。大家要听什么歌？谢谢黑流星的星星的情书。谢谢黑流星的星星的情书。Michael Jackson 的歌吗？我不会唱他的歌。我你在我心中没有理由，我们走，好好过。孤独怎么我不懂 ？You say， 大家想听《鹅啊面线》？我不会唱《鹅啊面线》，那是什么？不会唱什么歌？什么歌？大家快点歌！好啊，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我打我可以，他出现很多，他也出现一首叫《我可以为你挡死》，这什么歌？听起来好悲壮。噔噔，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
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是吧？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回忆是因为你。没有地址的信，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它真的不容易，我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一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送给大家，大家如果想我的话，这个歌可以多听几遍。我们来唱一首我好像很久没有唱的歌，但我之前很常唱。我觉得喜欢这种情感，就是非常平淡的情感，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跟喜欢的人不需要那种大风大浪，但我觉得平淡的过生活就是很晕，不是很晕，我念什么，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在怎么人生阶段，你的身边都有那个人。送给大家这首《我喜欢你》。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
送给你，奢侈的想对你说我喜欢你，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你会替我高兴，偶尔会为我哭泣，因为你从来不假装，因为你拥有真心，因为你是真的关心，不是客套的回应。我喜欢你，没什么特别的原因。特别安心，即使没有满满的话题，却是不会尴尬的安静。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都是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你会替我高兴，偶尔会为我哭泣，因为你从来不假装，因为你拥有真心，因为你是真的关心，不是客套的回应。我喜欢你，没什么特别的原因，都是很简单的原因。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送给你。不要哭啦，没事啦，乖啦，不要哭啦。嘟嘟嘟嘟嘟，心也依旧难眠，查看讯息也不会更好点，习惯不了这种感觉，一个人微笑就走得好远。习惯我拿得牢，还是实在需要放松，先写 Don't hit my phone，
mental heartache。我的雨打下了没？悄悄的人群挤在了屋檐的地下，它逐渐变大了。哎，堵住了缝隙，它没有冲击，或许是当年又差了点。独生的孩子都想着飞，能不能？对啊，不要难过，我们下次就可以见面了，是吧？是吧？又不只有这一次。今夜依旧难眠，查看讯息也不会更好点，习惯不了这种感觉，一个人微笑就走得好远。即便我 not alone， 还是知道需要放松一些。 Oh， don't hit my phone。突然想，这什么意思？谢谢潘多拉红玫瑰，笑死你。也不会更好点，习惯不了这种感觉，一个人微笑就走得好远。怎么会有人想把自己的偶像跟太酷了，第四个查看讯息也不会更好点，Not alone， 是个需要放松一些。 Oh， don't hit my phone， I've been sitting in my mental heartache。 乖啦，大家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为什么要难过？我今天都开直播，我今天都开直播陪大家，大家不要难过。没有，我今天本来是想说明天公演。明天公演就今天开个直播，结果明天没有公演，没有，是我没有公演。但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支持 Uni Daisy 的大家，因为他们都很辛苦，他们真的是最辛苦的一群人，真的，好累哦 ，Respect。今夜依旧安眠，查看讯息也不会更好点，习惯不了这种感觉，一个人微笑就走得好远。今夜依旧难眠，什么 黑Pink 公演声，我要疯掉！我不要！谁跟大大 A 我马上课？什么东西？什么东东？我现在不能唱太有高难度的歌，因为我的喉咙有痰，我唱不了。这个可以。宝贝大反派，谁是我的宝贝？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想把人说傻，你就又把你气得跺脚。OK， 怪我这个那个全都没有做好，你总能给出难题。你就像是你那天一声不吭掉头就走，可能是怪我把你照片拍得不够优秀。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当然还包括其他。我没有秒隔壁的女生，我只是想看她亮车。是因为她分享的歌，我没有舍不得啊。那些女孩当然没有你独特爱，每一次我都是反派。如果你是正义的方，那我就是个反派。占据了每个板块，如果你不想听说唱，我为你去学喊麦。你全都是我不对，如果得罪了谁呀、啊？
还怪我管不住嘴，有时吵不着呗，可能制造麻烦是我的使命，总是忽略你的坏心情。吵来了，吵来了。全都是我不对，如果都对了谁，我想我应该问心无愧，干嘛要我赎罪，全都是你以为，想想就让我想我将我摆弄成一场的灵界，你可察觉到气氛危险。 No Baby 的陪我妹逐渐去粗的提琴，再偷偷给你提醒，是时候离开这里，太多的迫不得已，感受不到的空隙，虽然我还没用力，但还是断了弦。当的星星在熄灭，飘不定是他的视线，现在这错误的世界 I be like， 全都是我不对，如果得罪了谁，还会管不住嘴，有时找不着背，可能制造麻烦是我的使命，总是忽略你的坏心情。吵来了，吵来了，大方太来了，像是得了没有你这位失控的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被情绪封印，我们都是大反派，和彼此较着劲，每次的争吵都在我们心里牢了，在我心中你有一席之地，总想赢你但也害怕失去，我就是那个大反派，你的宝贝大反派。全都是我不对，如果得罪了谁，快乐管不住嘴，有时找不着呗，可能制造麻烦是我的使命，总是忽略你的坏心情。吵来了，吵来了，大方太来了。这首歌叫《宝贝大反派》。大反派，大反派，我正在看着女人。好，老板，我要疯掉。这首歌歌词那么可爱，你们都应该要去看一下他的歌曲。你送给大家这首《宝贝老板》。我要疯掉，怀怀 ，Hello 怀怀，哎、欸，我刚刚有唱我喜欢你，但怀怀错过了。午安呐、啊，我正在看着你，我正在看着你，耶、yeah ！Guess I did see it coming. Made it look easy, barely even had a try. Got on my pals every morning. Yeah. Living the breeze as we stared past in satellites. You told me you were taking me.就是我放松的时候都会听歌，叫 Deep Dream。Deep Green, now in time, ocean, so the motions, yeah, oh Deep Green.哎、欸，说到大哎、欸，就你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上次去吃冰淇淋的时候，就是我们那天，我跟你们说，我们那天就是去干嘛？我想一下，哦，我那天本来要去打耳洞，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有节目关系，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打耳洞，因为那个造型跟彩排那天必须要一样，所以呢，就是我那天就没有办法打耳洞，而且我当天才知道，然后就超悔，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去吃了拉面，我们去吃了吉天园，吉天园真的很好吃。可是我觉得我那天是点，因为我看他点清汤，那我想说，那我也来喝看，我也来吃看清汤好了。然后结果我发现清汤不太好吃，我觉得吉天园还是要吃浓的汤比较好吃。然后那天吃了叉烧饭，但他只吃了一口，全部都我在吃，他好像只吃了一两口吧。然后呢，我们还是干嘛？然后呢，我想一下，有点久远，也没有久远，就上礼拜吃。然后呢，因为不能太冷冻，然后我们就去散步。我就说我想散步，然后就好，然后我们就去散步，然后就突然散步就散一散，就走到广安利美特，然后这样吧。然后就是我只是想说走进去看看，然后我喜欢闻那个书的香味，然后结果他就买了一堆东西，他买了超多东西，我傻眼。然后他买了很多东西之后，哎，真的是因为就是我的卡就有折价了，他用我的那个会员卡，然后就去买了很多的东西，他买了超多，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要就是跟他说想去安利美特，因为一走进去他就买了很多东西，不知道他好像没有，就是安利美特就是有那个会员卡，他不是刷卡，他就是一个会员，就是你去安利美特，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办那个会，就是我很久以前办，因为我其实以前就很常去安利美特买东西，然后就是我是会去刷那个同人志扫购那样，然后以前很常去买什么周边，可我现在都觉得很浪费钱，我现在桌上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去安利美特买，反正就是不是刷卡什么意思，就只是用我的会员卡呗，然后我就刚好发现我的会员卡，然后他就刚好就买了，他真的买了很多东西，很夸张，你们可以劝一下他，就是不要花那么多钱，好可怕、啊。然后还是干嘛？然后就去散步，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散步，因为我说我想散步，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在散步，然后结果最后就回家，好像是这样吧。他要去跟别人吃饭，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因为隔天是要录大嘻哈，然后前一天我就说我回家会一直焦虑，所以我不想那么早回家，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处散步，冰淇淋不哦，我没有去吃冰淇淋，我们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就觉得散步到很累，然后我们就去吃冰淇淋，然后那个这也是他做那个冰淇淋。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用那个很花式，而且真的那个店员讲话超小，他很像那种卖土耳其冰淇淋，然后很幽默，感觉他是之前去卖土耳其冰淇淋，然后现在突然去做那个冰淇淋店，他就是还把冰淇淋这样抛来抛去，然后结果他突然这样打到天花板，然后就下来。可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发现，可是我的朋友发现了，就他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傻眼，然后那个店员就问他说，就跟我们说，那这样子你们还可以接受吗？然后那个他就说，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介意，然后就好吧。然后他就给我们吃，可是那个冰淇淋还粘在上面，超好笑。就那个草莓还粘在天花板，超级好笑。尴尬。这真的很好笑，而且很白痴。但是那个店员还叫他亲一下，真的很好笑。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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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got pressure.
She called me diamond on the weekday。还有画面，这是什么？哇，好酷哦！哦，那是进场特效，我还以为是什么礼物嘞。惬意的周日，现在要播这首歌。Pointless stress, it won't be the remedy for my motivation that I feel I need. Ooh, I got pressure. She called me diamond on the weekday. Got so much pressure. That's why this song be stuck on replay. And I got pressure. She我来念排名吧。我好久没有重开了，怎么会这样？第十名是嘉明，谢谢嘉明。第九名是切尔东，谢谢切尔东。第八名是勇哥，谢谢勇哥。新名是潘朵拉，谢谢潘朵拉。第六名是派大星，谢谢派大星。第五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四名是波喜，谢谢波喜。第三名是修修，谢谢修修。第二名是赵恩，谢谢赵恩。这是第一名鱼，谢谢鱼。我有耳洞啊，只是他复合了。他复合了，但我一直不敢去打，因为我怕很痛。我怕痛，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打耳洞的时候，我还一直哭哎、欸。也不一直哭，就是眼睛泛泪这样，我就这样一直叫，超白痴。可是打完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就只是那个当下很可怕，就像是你在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你在即将冲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害怕，然后就是很想哭的，然后冲完之后就没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说不通的是朋友，确实，我最近每天都有乖乖吃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们也不要太难过，我们下次还可以见面。秋冬刚说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但我想要的多么简单。所以当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你维持现状。当我们靠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月亮还是照常挂在天上。作为临睡前最后我想的是你，当醒过来第一个想的是你，因为你我变得更加坚定。在我身边，你放心做你自己。生活中有太多压力，但希望我们不会因此太沮丧。我会把你拥入怀里，当你难过，当你时而感到。当然。心跳的框框纷纷扰扰，希望我们。有点变得健忘，希望这时刻也提醒我们曾经多么爱对方。弟弟，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一百岁。你知道我们白的头发一样显得很宝贝。最后送给大家这首《一百》。我有感觉我身体有比较好一点了啦，比。前上比前几天还要舒服一点。谢谢赵恩的缘分相遇。显得很般配。
拜。